会责怪你。大家都在见面，你今晚连看都没看我。你把我头不要紧，我就安尼跟你讲话。好啊啦，人思维就不爱出去，你紧出去出去啦！哎呦，哎，哇，立相啊，啊，凭什么对阮怎么样？你派下手啊？爸，安迪，哦，恁早囝，原来恁是花心女的爸爸。杜明哦，我是头家娘，紫薇是外员工，恁徛所在是阮家。冬雨，你搞要紧，你伫把接我的电话，我真足烦恼的，所以这才要别来挑战啦。那是花爸，恁小王嘛来啊？恁大家拜托，就让这个代志到这为止就好。我敢若想要平常过日子。冬雨，我诚心祝福你甲做安迪，即摆你会使走，我会做功课。子文，你走。陈主任，你莫想超过哦，你即摆随阮东回去，囡仔。你唔讲，唔讲，哦，你今日哦，嘛把阮东回去了哦，我都甲你规根肠仔甲劈掉啊！你死你我死！讲话就讲话，去家斗酒，跟袂少个野蛮。诶，啊，这人哪会这么面熟啊？这人哪会甲碧玉阿姨红色是做一模一样？阿伯，过来一个大海边的哦。你想啊，好大的个名簿来。Bueno Group， Aoki Yusuke。可以。哎，阿爹，那伊那咧讲你弟啊，伊敢是日本的奥多啊？啊，阿爸，你是日本商业集团社长甲副社长，是真重要的人，袂用的提示。社长、副社长，您好，咱个记得啊，真正是足有缘的。阿杜哦，你嘛来这吃饭吗？是啊，我嘛来这吃饭。对哦，阿你不是当对面迄厝边哦？阿是讲吃饭就吃饭，为啥母我要冰倒啊？因这不是来吃饭的啦，阮店的无欢迎恁啦。有听到无？头家娘讲无欢迎恁，请恁离开。但即马是餐厅营业时间呢，啊，我礼拜下午还是我的自由啊。陈志伟啊，敢唔送水过来？啊，菜单摕过来啊。阿伯，咱电工再来吃啦。哎呀，你讲即马是营业时间，你可能摸唔着去啊。皇家食堂今日有人包场。妈，咱今日有人包场哦。头家娘。从今麦开始，你要关门，我保证。没问题。哎，有听到无？阮店的啊，今仔有人包场，无对外营业，请你离开。阿伯，咱先来走啊，快点，大人去找杜冬雨啊。好啊，行啊，今麦这个单子位哦，跟你保证有关系啊。请坐。多谢，张明来。陈木先生，真正就多谢你，我请你吃凉面。啊，无啦，我讲我要包场呢，哪会当互你请？我是做认真抓准讲我的凊彩讲讲的。真乃好意思啦。哎。吃饭当然也是爸爸买单了。
金木先生是讲算笑的，因为伊的面讲包出相的，所以才会安尼讲。所以恁爸爸的名是陈进辉。冬雨，你敢真正想清楚要离开啊？是出来带消息，多谢您，谢你做你对我的照顾。这十几年来，是我人生当中最安稳、最快乐的日子。多谢您，华姐给。老师，是你送我各自的对标。冬雨，你会当来到阮家哦，是天公伯的牵线，所以哦，你就是我另外一个查某囝。今日哦，我唔那是嫁查某囝，佮兼娶新妇，我是世上哦上幸福的妈妈兼大家。我原本有机会嫁予厝的，变作真正单家的人，永远留伫这个家。不过我却无伫小手头内底幸福，搁颠倒反背，拄了有温情的人，搁伤害我上爱的查甫人。哎，是我无好气。把自己逼我挂起来，欠子伟的爱，欠恁的温情，我敢会当后世人才够用。这表啊，是我要送予会当甲子伟牵手一世人的伴的。今仔你甲子伟缘分断去啊，我确实还该收回来。我是子伟妈妈，我看到伊珍惜、疼惜遐尼侪年的查某囡仔，最后伤伊遐尼啊亲，我是足唔甘的。自细汉哦，阮子伟就是一个不管心内有外苦，伊拢袂讲出来，有目屎嘛袂伫我面头前哭的囡仔。我拢唔知伊即摆心内有偌痛，我煞无法度甲伊斗相共。一个做妈妈的人，不管有偌想要保护家己的囡仔，嘛也是无法度替伊承受所有折磨。阿姨是的，是我帮阮陪伊，叫我来看我挂。我伤害子伟啊，你要安怎骂我安怎？妈，你哪怕冬雨？冬雨，阿姨信你这嘴皮，都当作是一个妈妈气家己的查某囝做唔对代志才打你的。已经和妈妈打过了，就别怪自己了。虽然你不是我怀胎十个月才生下的囡仔，可你也是我车勇大汉到今麦的另外一个查甫囝。我不甘自卑，我也不甘你，我
希望至少伫这个厝内底，你莫遮尔啊委屈。你自家可能目屎拢唔敢流落。哎，你莫怪我。虽然我就希望你甲紫薇会当牵手一世人，也毋过你今甲他压力遐尔大，我无法度甲你斗相共。我都袂用硬要甲你留伫个遮，我希望你行出这厝了后，你以后的人生会当顺利幸福。欠过啥来代志哦？啥拢唔知影。啊，你若要甲安迪互动做伙，后壁还阁有一个孙美红。不管以后你会拄到什么风风雨雨，你拢爱一个人去打，我无法度帮助你，还阁至少，我爱让你有一个家会当回来啊！所以哦，结束时。可以回去，阿爸不理你，若是受到什么委屈，只是无所在通去，你会当回来这休困下。啊，若是倒一天哦，你要结婚啊，我嘛会欢欢喜喜当作是一个查某囝要出嫁。我想到这么久，你讲万一搞到这糟践，我回来，敢讲你就是讲你跟阮哥分手，你跟阮这十几年感情嘛就安尼无去啊？我就是讲，你就是讲。我跟你讲，你是亲人是讲假的哦。就算是亲人做唔到代志，同款是亲人。就算我对你生气，你嘛永远是我的姊妹啊。就是讲，我今日踏出这大门，我就永远无外口啊！想袂到你竟然，搁怀疑你我做情人，我真正知影我做唔到，我对不起你人世呢。今日我离开了。我李冬雨，万一有我的后悔，我等家一家人平安顺利。我爷爷，别，冬雨，你是在我白讲啥？这种话哪会当在我白乱讲啊？阿姨相信我。人生的辛苦甲快乐拢是注定的，甲紫薇只是无做翁仔某的缘分，可恁家的苦嘛有够多啊！算了哦，恁两个人拢会好起来，会找到家己的幸福。答应我，你离开家了哦，一定要好好照顾家己。